莫小仙臭臭锅，长沙臭豆腐，牛油火锅，带您进入正片内容。哎，本小仙啊，本小仙，你有10万块的遣散费，还有林森和的亲笔介绍信，你还有什么不开心的？自由的人生等着你呢。这一天又要来了。梦中救你的人，是你不断循环中必将相遇的恋人。小兰，把三明岛4年前开工日期、所有的项目规划、建筑，还有消防措施等资料全部都整理出来。啊，对了，另外，把相关部门审核的每一份文件也都整理出来。好的。森河，你上午去哪了？上午去政府的相关部门汇报了一些情况，他们近期会派专门调查组就岛上的各项指标和安全问题进行再次审查，审查通过以后会发专门的通告文件。那就好，到时候谣言就不攻自破了。我现在担心的是时间问题，所以我把开岛日提前了一天。放心吧，林总，我们一定全员开动。1小时给我打给我。好。你那份文件一会儿给我。吵醒你了，睡着了。需要复审的文件在早上10点钟之前我已经发过去了，你再睡会儿。不行，还有3天就要开岛了，除了应对审查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完。我去泡杯咖啡。我去吧。虽然这次经历了困厄，但反而激发了整个团队的战斗力和凝聚力，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放心，审查一定会过的。这个反复出现的梦境真的是在提示我什么吗？循环中的恋人，人家已经明确表态了，说不喜欢你，我看是循环中的冤家还差不多。香啊。
丹丹，小新，听说你被阎王开除了，到底什么情况啊？哎，别提了，说出来都是泪。唯一好受一点的就是拿了10万块钱的遣散费。10万？天哪，你是激动的流泪了吧？那你可以实现去马尔代夫旅行的梦想嘞。差不多吧。哦，羡慕嫉妒恨，先挂了啊，回聊。好，拜拜。拜拜。反正都是海岛度假嘛，三明岛离得近，又不用坐很长时间的飞机。最重要的是，身为前助理的我，总裁怎么着不也得给我升级一套无边泳池的海景套房？先坐会儿，啊，你去忙去吧。啊，四合，去准备吧，这里我陪着。好。怎么样，准备好了吗？第一个环节就是你上台发言。嗯。怎么，紧张了？没有。都到这一步了，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没什么好担心的。今天爷爷也在，安保设施都升级了。放心吧。三明岛开岛仪式现在正式开始，掌声有请林氏集团总裁林森和上台，有请。提起海岛，大家都能说出国外的塞班岛、马尔代夫、巴厘岛。中国拥有最美的海岸线，可一直未能有一个享誉世界的世界级的名岛。20年前，一个野心勃勃的小伙子租下了三明岛这块土地，立志把它开发成一个世界级的名岛。他就是林氏的上任总裁林恒。事隔多年了，三明岛，我又来了。三明岛历经林氏20年的努力，中途三次搁浅，终于在4年前正式动工。林氏及合作伙伴斥资30个亿，打造了岛上全亚洲最大的潜水及娱乐基地，啊，当然还有别墅、5星级酒店、各种等等配套设施。在这里，我要感谢一下政府。感谢政府的大力支持，也感谢所有林氏人的不懈努力。正是因为你们，三明岛如今才能顺利面世。我相信未来，这将是南海领域一颗璀璨的明珠，将成为中国国际化海岛旅游的新地标。谢谢。林主管，你可以告诉他们一下，我们之后会在这里有什么项目。对。那个后面那个海湾大家看到了，那个我们将来在那里要做一个观景台，然后打造一片
爱情圣地。你们先去忙吧。哎，好嘞。来，咱们这边。森河，我记得剪彩仪式之后，不是还有一个水下潜水直播的项目吗？怎么给取消了？我嫌太麻烦，就取消了。当初可是你自己说的，想要打造这片潜水圣地，这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是吗？你先去忙吧，我周围巡查一下。行，那我先走了。看来只要我不下水，防患于未然，同样的悲剧就不会再发生了。白小心，肌肉也太棒了吧！你每天都健身吧？白小心，你在这里干嘛？哦，林总，好巧啊！三米岛开岛，我来捧个场，顺便体验一下潜水项目。不重要，你现在立马跟我走。哎，你动我，我不走，干嘛呀？你把我吓了！没有为什么，你就是不允许潜水。林总。你这个人未免也太喜怒无常了吧！我潜水是花你家钱了呀，还是挡你的路了？我来消费给三明岛提高人气，怎么就不行了呢？这潜水俱乐部你家开的呀？哦，忘了，好像是你家开的。废话说完了，回家。我不，我不，就不走，不走，我不走。放开，这么多人看着。你还知道害羞啊？你个老男人，你让我潜水我就放开。你们两个把他送下岛，绝对不允许他再上岛。是。哎，别动我！哎，凭什么呀？我还有没有权利了？林子豪，你这个帽子戴的也太脏了吧！哎，有你养我了不起啊？我还白无常呢！哎，咱俩比比看谁错谁的命啊！你给我回来！林总，这些就是咱们岛上潜水区的工作人员，还有潜水教练。所有工作人员都在这儿了，除了码头上的安保员、指引员还有检票员，其他的工作人员都在这儿了。好，我知道了。各位，一定要打起12分的精神，实施好潜水区的安全措施，保护好潜水者的人身安全，听明白了吗？明白。去忙吧。我倒要看看这次还能耍什么花样。小姐，站住！坤，萨瓦迪卡 ，What is the problem？别演了，你化成鬼我也认得出来。是不让我。
不了你啊。我这么爱你，我怎么会那样对你呢？走，我们现在就去。这样，这个岛上除了潜水，所有的项目随便玩。真的？真的，而且我全程陪着你。那我们走吧。又在骗我。大叔，你怎么这么容易受骗呢？错了，我错了，哎呀，我错了呀！这是三明岛的一个附属岛屿，上面有千年古树，还有珍奇鸟类。因为要保护起来，所以没有被开发。来，把这个带起来。什么呀，太丑了，影响我自拍，我不带。那你可别后悔啊。啊！啊！这什么东西啊？鸟屎。让你不听话，现在美了吧？叔，你这心理年龄，12岁不能再多。看潜水教练的肉看的不是很开心啊，我的就不行啊，我下去给你捞海鲜啊。啊！变态大叔！人间美味，真的。林子，来，喝可乐，可乐跟海鲜更配。是吗？啊。
手机也没有信号，你的有吗？啊，不是吧？哎，怎么办？我的也没有信号。我们可能要在岛上住一晚上。什么？等他们发现我们失踪了，应该会来救我们。 这儿不会有什么不明生物出现吧？不明生物倒是没有，不过野狼、野狐狸、野猪偶尔还是能遇到的。有一次我就碰到了野狼，哇，差点丧命，幸好我逃得快。哼，少吓唬我，这小小的海岛上怎么会有野狼呢？而且我胆子这么大，有我也不怕。不怕你掐我干什么呀？ 疼死了！我是在配合你演出罢了。哼，幼稚，怎么有种被设计的感觉。哇，天上有颗星星，好亮啊！城市里看不到。哪儿呢？我怎么没看到呀？哎，往高了看。 钢铁直男，你活该单身三十年！啊不，一百年，你下辈子也单身！你闭嘴，给我老实待着，别到处乱动，弄得我疼死了。哎，你松不松开？有本事你就把我绑在这儿，一辈子都别松开。好吧。
我错了。哎呀，我求求你把我放开吧！一会儿要是野狼过来了，我就是送到嘴边的肉啊！闭嘴！喂，我偷偷的告诉你一个小秘密啊。你说。其实我小时候的家就在三明岛。真的假的？我们可是这里的原住民。我爸妈去世以后，我就跟着姑姑一起到城里住了。只是我那个时候太小了，一点记忆都没有。不过我爸妈的骨灰撒在这里，所以我对三明岛还是很有感情的呢。哦，对了，我听尤总说，你爸妈也很早就去世了。小时候他们出海，发生了意外，一船人都丧命了。你是不是想说，我们的遭遇都特别像，都是从小没爹妈疼的孩子？谁说的？我姑姑很疼我的。你也是啊，你有一个很疼你的爷爷，还有你的好基友尤清泽。对。还有我这个聪明伶俐、心地又善良的小助理。是吗？我怎么没发现？哼，那是你良心被狗吃了。哎呀，快放我下来。白小心，我得好好说道说道啊。你说你一个小姑娘在外面一定要好好的保护自己，一天到晚没心没肺，不要看到好看的男生就叫人家小哥哥小哥哥。哎，当然丑的也不一定安全啊。叮咚，您的好友林松堂少先。我还要跟你说，像你这种刚刚步入社会的小姑娘，那就是小绵羊从羊圈里到了大草原，周围不是狐狸就是狼啊。那你是狐狸还是狼啊？我是保护你的老绵羊。哦，老羊爸爸咩。老羊爸爸，老羊爸爸，老羊爸爸，你把我放下来吧，好不好？老羊爸爸，老羊爸爸。回到相遇的城市，我独自和回忆对峙，我们的承诺美得像是，可惜眼前只剩讽刺。我开始过新的日子，却忘不掉你的名字。我们的承诺依然如是，可惜现实只能如是。两个人总用爱将彼此挟持，像两个未经世事的孩子，一次次想着重来的样子，转身又走失。
个人总用爱为彼此坚持，像两个形影不离的影子，每一段记忆都那么相似，没有你的日子我无计可施。开始过新的日子，却忘不掉你的名字，我们的承诺依然如是，可惜现实只能如是，两个人总用爱将彼此挟持，像两个未经世事的孩子，一次次想着重来的样子，转身又走失，两个人总用爱为彼此坚持，像两个形影不离的影子，每一段记忆都那么相似，没有你